TWICE 和 WANNAONE 均会出席将在2019年1月5日和6日举行的第33届金唱片颁奖典礼。继第32届之后，TWICE 进入了第33届的数字音源音放部门本赏的后部， Heartshaker 进入数字音源后部， What is Love 进入音放后部。在32届金唱片中， TWICE 席卷了数字音源和音放本赏的奖项，今年能否获得本赏双冠王也同样值得期待。TWICE 今年也将在这两天内展现完全不同结构的舞台，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另外，第33届金唱片颁奖典礼将在明年1月5日和6日在首尔九老区高尺巨蛋举行，届时通过 TBC、JTBC2、JTBC4 频道播出。年底的 TWICE 真的各地各行程忙不停，今天也出发前往日本，明天会有在朝日电视台放送的 Music Station Super Live 2018， 届时将 BDZ、TT、Japanese Version、What is Love、Japanese Version 三首歌的舞台。而且今天九兔身穿的是代言的冰波羽绒服，简洁又大方，机场时尚也是很有 sense 啦。才因为一同出国，具体原因未知，